砍掉连成就一起砍。我懂你意思，我懂你意思。丢好，刚好砸在板上。哦，有碰到他，还可以。我以为是没碰到他的，因为他没叫。走去吧。蹲在那，但我又不想追他。没有其他人了吗？我想找，想找个不是那个大卫的，剩下都女角吗？来个女角好不？有了。这个丢的有点随性了，应该是丢个加速会好一点。又炸到那个大卫了，但我真的很不想砍那个大卫。看有没有其他目标好了。好，我们砍他一刀吧，砍他一刀，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尊重了，大卫。不能再多了，不能再多了。最多就这样了。等我挂到其他人，我再收你好不好？滴血冲刺怎么讲，还是偏搞爽了。我当初评价还是偏搞爽，对，就是可以玩两个大跑这种感觉。你说他强吗？其实还好。哇，我抓得这么勤奋，那给我修两台。我的天，小猪棒。他看到那个钉子钩有没有？钉子的灾祸钩，然后就直接不修了，就不补了，直接修烂。这 bug 居然还在，你们知道这是什么 bug 吗？是小丑的那个变色的那个 bug 居然还在，我的天哪！我玩给他看，就是你可以这样。就是去紫色嘛，然后突然变成黄色，来不及按，等等再示范，等等再示范。完了，我的快刀哦，没事没事，来来来，大卫来，这个时候我就有理由追你啦。
水啦。虽然他们又在玩那个白痴未雨绸缪加未有人民，但是没关系，他们换了猎物，我感觉很开心，还可以接受。我去把那个地板上的那个人揪出来看看，感觉有机会。因为我毕竟我有透视。有吗？现在没有呢。好吧。透视就是好用啊。DH 啊，但没关系，这边他又吃到一次毒了。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哎，这去过啊。还是被他压到，被他来得及了。但也没关系啊，这边他如果调度了一个人来救我的话，代表说场上的进度是可以接受的，是我可以控制住的。而且场上的人都半血，就不会有为了人民的这种白痴东西来搞我，还可以接受。自己跳地下室啦，为了四杀啦，这个任务是要四杀，所以我们这边透视一波，顺便回防，刚好炸发电机，对不对？抓到你喽 ！DH 没有关系，继续追。四杀，哦，顺带一提，这个是新角，欸，也不算新角啦，新造型，它是雪柔的那个《沉默之丘》里面的主角吧，女主角，哦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其中一个人。是一个新造型。好，顺带一提哦，小丑那个变色就是这样，看哦，它要变紫色了，你有看到吗？
这个是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的小丑 bug。你切换瓶子切得太快，就会变紫色。手这个明明没有落地的声音啊，难道他正在平稳吗？我是见鬼了吗？可是为什么我抓得到他？我见鬼了吗？哇，他抓到一只鬼，聊天室你们怎么看？鬼月是不是快开了？